我想带给大家的就是，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，都不能放弃你的梦想。我会想办法去用最好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心态，不管是开心还是难过，都要表达出来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Rosie 杨凯琳，猴年就要说你想说的，跟我一起感官星期。